界线。What you talking about？ 共享的亲密先到这里听听，桌上的纸条，他留下的笔记，连同着笔涕跟记忆都清一清，就这么错过了也不嫌可惜。听说我被讨厌，因为帮你买过早点，对还比我道歉，如果再说他就少照片。他坚持代表非理性的写照，所以逼得我对他理性尖叫。两人早已经没啥好说，这种情绪像是一把火，先这样那就慢走不送，就是帮你一个人清醒先听听。两人早已经没啥好说，这种情绪像是一把火，说是也在外面，快没钱，电话轰打我假装没听见，这真的是太疯癫，我怀疑他大脑都没电。 yeah, yeah. 你所有用在他身上的眼泪，现在连一滴我都觉得浪费，所以写这首诗特别给他听的，但不是那种祝福他的情歌，那种情歌。为何不接电话，是不是你怕了打电话到让你会发抖，每次他吵架就不管电话那种引力，像最后不是你就是他生病。两人早已经没啥好说，这种情绪像是一把火，先这样他就慢走不送，就是放我一个人清醒先听听。两人早已经没啥好说，这种情绪像他报答你，早早证明，抓住他的手腕，朝你乱动手。Oh my god， 好像已经脱手。讲道理，谁敢把他娶走？好奇谁带走感受？那会遍体而大的东西，两人早已经没啥好说。这种情绪像是一把火，先这样那就慢走不